点我开始。哇，这不是无人车吗？去看看好了。我们等一下会进入虚拟实境，来介绍《红豆》这首唐诗。哇，感觉很好玩。这首诗是由唐代王维所作的，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。因为要和情人分散两地，所以希望情人可以多采一些红豆。可以指相思，希望大家能多采红豆啊，不对，是多背背唐诗，能多了解古人的生活，还能增广见闻，甚至可以认识历史，要记得哦。希望大家的语文能力进步，也能了解古人的情感。韩式积木，定位移动，转场特效，说话造型变化，变数让角色同时出现，